大家知唔知道11月11日系咩日子呢？冇错，就系近年喺内地好流行嘅光棍节啦。等我问下澳大嘅同学仔点睇先。光棍节对光棍嚟讲一啲意义都冇，因为对光棍嚟讲日日都系光棍节。光棍节啊，光棍都起码有一啊，但系我觉得自己系零咯。光棍节应该点样过呢？讲呢啲梗系自己过啦，配合光棍节呢啲嘢噶嘛。光棍节即系双十一啦，咁计要开淘宝疯狂购物。日头翻学，夜晚翻工。嗯。光棍节系咩嚟噶？食得噶？自己喺屋企度，好伤心咁样过。喺屋企啦，打机啦，应该会跟好基友一起出去玩吧。光棍节就快到，冇情人咧就尽量唔好出街，费事俾街上面嘅情侣闪死啦。最好咧就系梗系喺淘宝买嘢，因为有折啊嘛。其实我都唔系光棍嚟嘅。校园记者李浩远、刘卓贤、陈慧婷、周晓南、黄君泽、阮汉贤、黄敏贵、金晓君、谭涛报道。